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在王者荣耀五杀可以说是非常的完成的成就了，但也不排除像阿轲或猴子之类的收割英雄。那么你知道在王者峡谷有哪些英雄是最难拿下五杀的吗？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第一位，蔡文姬。蔡文姬这位英雄可以说是非常恶心了，当队友残血时，一个大招就能全部奶回来。但话又说回来，他可以说是最难拿人头的辅助了，更别说五杀了。除了二技能有一点伤害外，其他技能完全就是为队友提供保护，想要让他拿五杀真的比登天还难。第二位，廉颇。作为一名较为冷门的坦克英雄，廉颇的存在感可以说是非常低。首先，他的行动缓慢，释放技能时也有一定的延迟时间。他还曾被玩家称为是峡谷中的老乌龟，平时混混人头还可以，但想让他拿下五杀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。第三位，大乔。大乔生存能力非常强，往往可以残血勾引对手，在一个大招将队友传送回自己身边。其支援能力在王者峡谷排第二，没人敢称第一，但想要让他拿五杀几乎是不存在的。混混助攻还可以，至于五杀还是别想了。除了以上三位英雄，各位小伙伴认为哪个英雄才是最难拿五杀的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，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，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。下期见，拜拜。